看到是我们的甜会现场阿妹们，小番茄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啊？很好吃，而且我的嘴啊，如果有农药一吃下去，我就会麻，不能完全没有。是我们第一把，然后很甜。我都来讲比赛，而且呢，你也兼要做球啊，是不断的还加分哦。那这最主要就是透过安尼，和咱的这个农民哦，提升伊的这个品质，而且呢，这个食的安全也嘛顾虑会到。那即届拢总有21个这个农民来报名，那77个农民，其中有46件是检查出所谓的这个五的这个部分哦，就表示讲咱的农民的技术已经跨出跨到这个程度。那这个比赛各位。伊的这个大小、衰败、好食、歹食，有甜无甜来做评价评鉴哦。所以这个出来的这个冠军哦，拢是非常优质的。那咱除了讲这个活动了以后，咱会搁来去伊的这个高雄来看，来替伊搁来做相关的营销哦。咱未来农会团队啊，以及咱的这个冠农会会结合起来，如何和咱的这个农民的物件有法度翻有运无，和咱的农民的收入有法度保障条的，这是咱未来爱来努力的。啊！而且盼望大家共同来迎咱中华关优质的市场。掌声欢迎！第四届举办到欢迎市长。中华关比赛啊，去年较去年比起来哈，那个参加的更踊跃，大概有70，去年有60几个，现在有70几位农民来参加比赛，而且都是非常优秀的哈。我们办这届以来哈，在中华关的品质提升方面有非常。会有大的提升了、所以知名度也在全省有打开了、我希望继续办这个活动哈、让我们彰化县的消费安全啊、果农的他们经济效益会更高一点。等一下我们有冠军一名啊、亚军两名，那个啊、季军有3名啊、等一下县长过来，我们要请县长颁奖。那甜度大概都在12度，12度半左右，品质非常好。大家好，好。基优农民大概有10几位，这个基优农民还有。都是小组长，包括水利会的优秀水利小组这样，今天就是联同那个农民节庆祝活动一起举办。欢迎，好，再来为您欢迎呢，欢迎到。